好了，表情不是很好。知道了，干脆投降输一半。东风，还没有一半，已经零怎么一半？哎，西风，上张很重要，麻将，仔细考虑，所有人是最后一场。西风，这里打出来没关系。帮忙帮忙。红中，南风，九条。八条，西风，红中，九筒，二条。红中，二条，谢谢，对，给他吃，让你们玩，让你们玩。九所，一个人要碰，一个人要吃卡张，我很厉害，猜二所对耶，还行，痛，那时候陈冠霖还想说啊，我没牌，对呀，想要家破人亡说，东风。九饼，发财，痛，哇哇哇哇哇，啊，真的红中，对，那这样你们至少就有两分喽。六饼。红中，一个要糊对方，一个不要。觉得红中没用了，一人一张红中。五万。系统，必须一个这样子打啦，三万，谢谢，还很漂亮吧？让你们玩，让你们玩，谢谢。四条，是六万。钢铁，对，谢谢钢铁，还倒下来，可以退三万的，爸爸凑一色，哇哦，听了吗？有听吗？一进听，哎，一碰听，好可惜，好美哦，很美，好可惜的牌，好的，哎，都是被你一开始一个过水过坏的，没看到，啊，五八条，五八饼，对，平五两分，加个底三分，三千块，总共九千，好，今天我们挑战成功啊，来。他马上可以参加我们的终极猜答厅，奖金加码送。平湖两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三台。终极猜答题，奖金加码送。好，今天两个都算是放点很轻的，头脑很清楚。对啊，这个呢，三万、两万、一万，尽量猜。五千，三万、两万、五千，好，尽量猜，猜中了还有加码，对不对？来，
飞。哎，钢铁大哥跟秦冠霖第一次打这个嘛？对对，记得哦，就是万桶，然后万桶是。然后放哪里？一万。这里。对。不会让抓到这里，太远。北宫。你要看对方牌从哪里拿出去，去猜那个几率。发财。不要叫，发财。发财。妖精，妖精，七个，谢谢。九手，成功。牌听得漂亮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因为真的很容易猜，所以大家去想想，到底该怎么听这个牌。六条。中锋。那也都是字。八笔。南风，中锋，男的，哎呀呀，四手，三手。三手，这还好吧？九手，这么多，那许多，七个，谢谢大哥，不要，几条？一条，好多。三笔，四笔，该吃了吧？还是不要吃。来风。